businessman 文永山自从去年十月嫁咗俾富三代老公吴启南之后，未有停工做少奶奶，反而继续接剧拍戏冇停过。近年将工作重心移师内地嘅佢，早前就同林峰喺横店赶拍新版《倚天屠龙记》，但系由于武汉肺炎肆虐，导致剧集最后要被逼停拍。留喺香港嘅 businessman 喺屋企闭关咗咁多日之后，早前就同老公拖住爱犬小黑行街，乘机呼吸新鲜空气。日前 businessman 又再次出动做善事，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就 po 了张帮手包装口罩的相，看到相入面的他除了戴口罩和胶手套之外，还挂住了个空气净化机，防护意识非常之好啊。除了派口罩，他还同义工团体准备了一大堆消毒搓手液派给有需要的人，为大家出一分力啊。